他那个黑人司机，然后后来跟我道歉，我说你甭道歉，我说你他妈愿意充五块，你不起，后来他充了五块两毛五，我说你愿意充跟我没关系，我说你甭跟我道歉。他这个去了黑，不是那个老墨，不是墨西哥，去了黑，去了黑人，好，嗯。好。